钓奖的农民是以就台接受表扬，伊拢是这次参加德山镇农会钓米品质竞赛前两名的优秀农民。德山镇农会伫这两年来，是积极在推广社寮落水米，而且参农民合作，同时办理竞赛，就是希望会当鼓励农民来生产高品质的钓米。主要要有咱的德山的钓农来会使多啊提一个收入，互因赚多啊一个钱。第二来推广咱德山镇哈社寮有建好的哈米。现在德山镇农会参农民合作的稻米，都是台茎九号米，虽然产量比较较少，不过台茎九号比较较芳，而且够 Q， 品质是会当提悬袂少。钓奖的农民表示，加上天然的地理条件，所以德山的社寮落水米是相当的好食。不然咱哩搭都本来都无啥污染，啊，伫咱社寮倒起哩，甲水里这两面拢无工业区，无啥物工厂，所以用讲零污染。啊，即来讲对咱德山镇农提供这个教育啊，是上介好诶。有优质的农产，农民是希望会当透过农会也是各单位来好好营销，让全国的消费者都会当食到在地上优良的农产。今日阮伫去三峡班诶嘛，都爱想尽办法爱互咱遮米互农会推广出去，吼爱互咱全国拢会当食到咱遮足优良上介好诶米啊！咱即摆徛伫管农会吼，拢来辅导着，啊，甲咱田诶农会拢来配合吼，将咱诶上好诶产品啦，一方面来参加着农委会诶百大农业精品比赛以外，那么特别对国外、国内啊，那么拢来协助伊来推广上好上优质的农地产品咯。现场嘛配合台茎九号米的试吃活动，农会是特别邀请田妈妈教室的成员准备一挂料理，让大家拢会当吃到台茎九号米的好滋味。记者蔡彩虹报道。